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下雨天，那么我来到了纽约112街的有一个街口，看见这样一个雄伟的一个教堂，所以说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就专门过来做一个拍摄。等一会呢，我到教堂里面去再做一个拍摄，和大家做一个介绍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这样的，从曼哈顿的42街乘1号线到110街下来，就可以走到这个教堂。这个教堂呢叫圣约翰大教堂。据说这个教堂呢，可以把自由女神像从那个座机上移下来的话呢，可以放在这个教堂里面。它这个教堂的穹顶呢，穹顶非常高，那么可以呢，正好容纳下这个自由女神像的这个高度，所以特别有意思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在这里做一个拍摄和写生，希望大家喜欢。